好了，各位来挖掘。也再来一个来。再来一个来。阿妈，你干嘛呢？哎。原来我送了那个烧烧鸭就开了个阿龙。来，是不是烧了？今天我只邀请你，我们走，快点。Baby。西哥爸，你进回来了，本来还想打个电话给您呢。我看爷爷可能要在外面吃完晚餐才回来。你见到爷爷吗？有啊。看吧，把他们已经打起来了。太高了，你个王爷吧！那太高了，怎么看的呀？你说谁有气还力？乖乖，起来。嗯，好棒啊，叶子好棒。叶子好棒。你三叔出去，你爸妈就回来。别忘着了，回去。你好啊，马姑陪的马姑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至少也要半年。要半年那么长啊？原本计划一年。我觉得半年之内妈不会回来，就算是为了自尊，也不可能真的就先回来。金毛，你快点吃饭吧。你妈今天才搬出去，你已经找了日子了。我们全都去站在爸这一边。我也是你爸。你以为这个分工会打架？这分工不要对他妈太过分。你看，过一盖边哦，他惊了，过一盖他不惊了。